来过一届，无吼，最后一次啊，最后嘿，无，副歌的尾啊，爱过停一届，迄届才是原唱，嘿，副歌唱完最后两个唱一次慢的，那次了，嘿对，所以拄啊无慢是对，哎了过一届，好，那最后唱那个副歌的最后一次的副歌，副歌了。再唱最后一行，再慢落来，最后再唱一遍。毕竟，哎，怎样了吼？无啦，那个那个。好，来，即马唱副歌。副歌，啊，你好，请慢的最后一行。慢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再一次就对了。兄弟，我等着你多。
献给你当我的家。不好回，那不好再回到这个，所以刚好最后副歌，安尼就副歌迄个就最后就延长了。副歌迄班就来就好。来来来。好，咱即马搞副歌的最后第二行，有无？我来祝福你一个所在。最后第二行唱一届，然后伫后半部的时阵慢落来就好，要延长的时阵就好啊，吼，免阁唱一届哦。哎，免从，无迄音要拍掉。拍掉了。预备，起音就好，预备。又戏趴吼，唱戏趴，对，迄个所在全场的所在戏趴吼。好，来，咱跳出来，来唱一个，轻快一点，较轻快一点。好，咱要变唱，唱得够动的啦，啊，较轻快一点，好好好，唱完了。好好，后天老公，大家唱较轻快就是啊，较轻快。哎，查某一支啊，吼，伊无查某，伊有说，张乐有啊，张乐有啊，无恁查某无唱。有一点跳，弹跳。天来的酒好
副歌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副歌。咱哦笑笑吼，咱要有时间紧嘞，啊，这个月上尾一单西瓜吧，唱一个吼，是恁老妈哩。好来，咱先来练习433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啊，咱来唱120就好哈。
爱有力量，所以已经排好啊，有啥意思啊？我拢有穿，我拢穿好。我不是我知，哎呦，像我，我不要你穿光盖，是这个问题。啊，即摆电脑爱执行，爱把迄个穿来执行。外也会做这样，像准备再来做这样产品，刚好做运用。我拢想好啊，你一定无想搞讲，哎呀，无想搞讲，不是啦，不是啦，我意思是这样。2月14号那天那边，哦，来这样我见吼，准时了吼。啊，请毕济牧师咱坐一下。这是咱来开始今仔一个礼拜，咱来选调读咱九部头前这个《弥迦书》680这个吼，咱同声来读。人啊，伊把支持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多多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弥迦书6章80节，这时咱来唱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啊，咱坐咧唱，啊，唱较紧一丝啦。Yeah.
咱耶稣替咱保障，所以就无恐，在我虽然艰难，有过一场风，天归心洒过，黑暗尽看见。我的天父，我感谢你，又经过一礼拜，你让我在这中间有平顺，有苦难，有惊吓，但是我凭着对主你的信心，我拢总通过这些考验。主啊，在这个世间真多疫病还佫充满的时阵，你特别温台台湾，让我们在这里虽有小看的疫情，但是通过你让我们的智慧、团队的合作、人民的团结，我们在这里的确有较好的表现，要让台湾过在真平安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面对一个不一样的国际情势，在这个混乱的中间，看起来自由员有车牌，这些新的这些国际关系，让台湾在这有缘真稳定来站起，这不是我们有法度料得到的。但是在信用的里面，主你的确会赏赐我们七分的福气。我有很多兄弟姐妹辛苦病痛，通过这些病痛，你要让我们在这里来学习忍耐，我的忍耐的确要变老年，我的老年也要让我们有愿望，让我们所行的都不会到见效。今天你又让我们来到这个水充满着阳光和清风还有鸟声的台中公园，我在这里实在是真感谢主，你让我们将近要十年啊！你游玩，亲像起初同款来云台湾，予阮伫遮过了一个真无同款、甲人无同款形态的礼拜，嘛伫遮来做真侪好的见证。尤其伫阮十周年的这个时阵，搁一摆用你的听，一摆迄个圣神来保护阮，即个兄弟姊妹来通过一届搁一届的考验。今仔日我们礼拜大圣，我伫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甲阮指点，催迫阮行正确的路，哦，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你大大的稳定。我来祈求感谢，拢是靠主圣名。阿门。来，咱过来读圣经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甲第三节，照落去再搁读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十到十三，咱三甲来读。要开阔你布平的地，放大你徛起的帐幕，唔通限定，要牵你长，牵长你的手，坚固你的起啦。因为你要向着向上来开阔，你的户的的确要得到列国作业。搁予旁远的城有人徛起，啊！即摆换历代志第四章第九节开始，亚比斯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伊的老母予伊号名亚比斯，就是讲我生伊是真艰苦。亚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支持，保庇我无拄到患难，予我袂跌到幽门。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这时，
咱来献诗，献诗的名号做《我来祝福你》，请诗班出列。这时，咱来请牧师来报传今仔日信息，
开阔境界第五讲。今日再去进步教会吼，我感觉有一个笑话啦吼。啊，早早就去到遐，啊，一早进步教会吼，啊，去进步教会的路中吼，啊，他们张医师甲丁牛做一起，啊，拢大忙嘞。哦，这囡仔时代吼，伫摊张的时阵，才有看到看到大忙，但当时要看到大忙哦，无简单嘞吼。啊，即个位的时阵啊，我当然较远的拢较早到，啊，有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伫门口吼。啊，我南暗这个退南嘛吼，啊，这个小朋友国考五年啊，伊甲我讲，牧师，你穿安做烟斗的呢？我感觉这是上大的笑话了吼。好啊，我的心嘛真欢喜啊，啊，我的心嘛真欢喜。后摆若冬天的时，我拢会穿安尼啊。咱做来祈祷，祝我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甲我疼命命。我虽然拄着灾害，也鼓励开阔我的境界。我无论经过旷野，无论踮伫草坡，我拢会当得到祝福你的同在。所以主，我恳求你的圣情，伫这个所在来做工。我伫一个月中间做探讨，无论是以赛亚书，无论历代记录所记载的，我着开阔我的度量，我的心腹，我着开阔我的信心。阮就开阔阮的愿望，阮今日要伫这个所在分享，来开阔阮的生命的境界。所以恳求你的圣神点伫阮的内面，予阮个人会当得到圣神的充满，来开阔生命的境界。愿一切阳光归你，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祝一切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啊，咱已经来到伫这个第五礼拜。啊，讲第五讲吼，啊，这第五讲，咱这个开阔境界，啊，咱头两讲拢是咧讲度量心腹，啊，咧讲你的这个心灵啊吼，啊，第二讲咱是咧讲信心，啊，顶礼拜咱讲到愿望，愿望来用即马来讲啦吼，用现代语来讲哦，普通话来讲哦，就是讲开阔你的眼界啦，哦，你的眼界，你有一个愿望，你当创业的时阵哦，你有到迄个时啊。开阔你的视野，你会当看得到迄个有可能战争的结果。结果你着接受，你一定嘛啊，伫迄个所在勤劳打拼，克服一切的困难来达到迄个你所愿望啊，你的视野所定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咱伫这个中间啊，啊，咱咧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讲做不到位，咱要用讲开阔生命的境界。啊，开阔生命的境界吼。啊，这是咱咧听的时，咱拢爱落实啦，吼、哦，爱落实。啊，望牧师吼，安尼伫这个所在，啊，拢会即款一复一摆过一摆来甲咱提起吼，啊，即个相关的经文，啊，就毋茫讲爱安尼经过一个月，后四礼拜后五礼拜，咱对这段经文已经有较熟悉，啊，甚至况下，咱会当摕即个经文啊起来做咱的祈祷。过来甲人做勉励，吼、哦，开阔境界，啊，唔是讲干啦，只有讲你的专业，就是开阔你的心腹，开阔你的信心，开阔你的眼界，啊，然后，互你的生命会当得到更加有意义。啊，对于这若落实的时吼，啊，咱就会当伫这个中间，啊，咱照呢去行的阵哦，咱亲像这个啊，历代记录，你阿必须会记得吼，上帝就。应允伊所求的安尼，是咱的真相。啊，最爱一个的行动啦吼。啊，某一届，这个啊，我看了一篇这个网络的吼，啊，伊讲吼，有一个日本人吼，就变作啦，啊，无大卫症状，内面嘛无啦。哦，啊，伊就赶紧吼发这个看到这个 Facebook 吼，啊，发出去吼，哎，经过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阵吼。
哎，有五六个人当卫生带来呢，哦，五六个人当卫生带来，啊，当然，迄毋是讲拄拄啊伫厝边啦，有可能远个所在吼，啊，伊拄啊知影讲啊，你着用出来这个地点吼，啊，我附近有一个朋友，啊，有哪五六个当卫生带来，啊，讲吼、哦、台湾人吼、哦、嘛同款发生这个问题啦，哦，啊，伊嘛同款伫病所内面吼。啊！伫迄个所在讲发海啊，无卫生，搁要安怎？啊！赶紧来嘛，用 FB 啊，发到讲求救的这个看到这个期待啦吼。啊，结果吼、哦，案也无人啊。啊，不过经过十分钟了后吼，哦，有几百个按赞啊。所以吼、哦，爱一个行动啦，你按赞嘛是无效啦吼，爱、哦、一个行动吼。哦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要到伫这个生命规划，咱一开始的时阵，咱是用这个以赛亚书啊，咱所看见这段啊，就覆盖你的布片哦，就扭动你的舌，就抬掉你的壳啊。啊，这是咧讲起第二以赛亚对将来搁再倒转来这个家乡重建家园。啊，果然啊，真正是照安尼应验。啊，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尼希米。所以咱今日有缘要搁对尼希米这个人来看到伊生命的意义。尼希米伊的背景，我顶礼拜有介绍，伊是国王身边的这个酒圣，啊酒圣就是咧酗酒的啦吼，好歹担的伊拢知影吼，啊讲有毒无毒，当然是讲咧担好歹的酒啦吼，就是咧担讲有毒无毒，啊就讲这菜有毒无毒吼，啊所以这个甲国王通讲是非常的亲近啦。哦，国王非常的敬仰啊！这吼、哦，这个官吼、哦、不在大啦，啊，当伫迄个咸哦，真要紧啊！你有通啊真亲近甲国王啊，啊，国王甲伊安尼已经成做好朋友，啊，伊目睭一个角角安尼，角角人伊就单讲有心思，啊，所以就甲伊问这个问题，啊，问这个问题吼，伊才甲伊讲起啊，我有侪侪这个故乡的人哦，回报倒转来，讲阮的家园哦，安尼还阁破破烂烂啦。哦，啊，经过安尼七十年前啊，这个战争了后吼，啊，到即卖为止，迄、那个围墙也无人倒转去重建。哦，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啊，国王就真疼伊，就讲啊，都无准你所求，啊，你会当倒转去重建家。啊，伫迄个所在来开始啊，号召一群人啊，做伙重建。啊，实际上这多好是第三梯度，第一梯度吼。是伊斯拉，伊斯拉伫迄个所在吼，要真滴五年七十年后，因就倒转去托盘，即伊即个的背景，伫迄个所在做路咧，倒转去重建工。第二批是即个多罗巴别即个政长，啊，伊嘛伫迄个所在号召一群，即个伊即个人，啊，伫迄个所在啊倒转去即个重建工。第三批就是即个尼希米。啊，这个人吼、哦，倒转来重建家园哦，唔是干那伊斯兰多罗巴别，还是讲尼希米，要转来遐个群众吼、哦，拢总是非常的无简单。因为吼、哦，就你啊七十年，你啊想看卖啊咧，伊那还佫会记你对其迄个家园的印象的人哦，少一无啦。你要留落印象哦，囡仔差不多爱两三岁、三四岁以后吼、哦，啊，即马到即马吼，啊，经过七十岁啊。可能就七八十岁去啊，七十年吼，可能就七八十岁。啊，对遐物件吼，安尼有淡薄仔一个印象。啊，七八十岁吼，要行天地需要倒转来重建家园哦，哇，这实在是无简单啊。啊，对吼，伊伫迄个所在吼，咱会当看见讲，遮个人吼，因为着要搁倒转来重建家园，因着爱放下因伫迄个所在已经生活的习惯、的文化，啊，甲一切遮个教育。特别这个尼希米，伊阁做一个真为一个重要的官员吼，啊，参国王遮难亲近，对伊来讲吼是非常多的遮个利益啊。啊，总之伊伫这个所在，伊知影伊有一个愿望，期待圣城会带过来重新得到起造，所以伊就抓这个做目标，做伊的愿望，啊，凭着信心来前进，啊，所以凭着信心来前进。伊组织其他的人哦，也是同款。伊嘛是已经适应遐个所在，啊，遐个生活，遐个社稷，啊，遐个所有一切，都是要放掉，要倒转个这荒废的家园，因拢爱付出真大个代价。啊，伊阵啊也无啥物迄落
迄个什么交通工具啊，哈，步步拢得靠行的吼。啊对哦，啊个炎热的天气啦，吼，迄半挂无的所在。啊对，伫即款的经营的中间吼，互咱看见因抓到这个目标的时阵，因就伫迄个所在勇敢向前。啊，勇敢向前啊，唔是讲做上来了后，啊，就真正逐项就拢顺啊。哦，啊，大家就团结一致哈，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没有啦，无通安尼啦。哦，伫迄个所在资源开始分配工作，这个内壁哦，伊伫这个电话的中间哦，伊的名叫做妖花的安慰啊，哈。啊，这个妖花的安慰哈，是一个安尼来倒转来这个到就转来这个所在啊，伊整个咧建殿的时阵，啊，这个咱的圣经内面有记录。伊十三摆的祈祷啊，拢是碰到真大的艰难困苦，对内有内乱，对外有危险。啊，内面哦，才会较好起来吼，放高利贷。啊，才会放高利贷，才会较赞扬的百姓。啊，伫迄个所在咧起城墙，吼，啊，因伫迄个所在，家己无要点动，啊，去用淡薄的钱，啊，去买人工来代替伊的部分。啊，所以在即国内内面吼，有真侪遮个组动，啊，伫真即个组代吼，大家拢要出一个意见，啊，总伫新移民伫迄个组代，有迄款安尼坚决正位上帝，啊，伫迄个组代无惊对敌的恐吓，啊，伊的性格佫是非常的坚强，啊，伫迄个组代啊，会当伫即个组代啊，佫真有计划，啊，真有领导的能力，后来将遮个。即个放过二代吼，第一个做单咧，安尼大大安尼，把因安尼驾驶了吼，结果即个百姓啊，拢会当得到这个得动的这个啊，这个金钱甲食物，啊，所以第一个做单开始重建这个正正的时阵，啊，佫拄到这个啊，这个扎加利亚的将军陈伯纳，啊，第一个做单一摆一摆的威胁，一摆一摆的恐吓，吼，讲你。你要叛变啊！你是准备要家己自立为王啊！所以吼、哦，你安尼做吼、哦，是吼、哦，连面笑，迄、那个官府吼、哦，甲你掠去，啊，这只个百姓拢同款，所以伫民间中间去放毒，拢是伊迄个坚决的意思。伊伫这个所在，伊继续持守，伊知影上帝甲伊打单行。所以咱伫这个所在看见到后来，因只不过是五十二日，就将这个政权。在这个所在，全民总动员，亲像即卖伊这个地震，因南部拢是会做兵，所以才会记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要甲因攻打的时，因安尼连续两届以上吼，啊用拢多用六日，就拍平四周围这所有的国家，所以因在迄个所在全体总动员，到后来在迄个所在入到这个政权，留落这个政权，但讲了这。你比一个非常重要，人生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出来，哦啊，所以伫这个正经的故事下呢，咱台湾的民间故事吼，嘛有类似亲像这款的经验。啊，台湾的民间故事吼，咱来请咱的文学家啊，咱的前台中馆长啊，这个廖英来馆长吼，好，伊安尼我感谢伊呢，伊若到要拜祭的吼，拢会甲我提醒讲，这個、拜祭暗时吼，这个国局。公共电视啊，十八台啊，有咧报，介绍奈何，介绍殷海光，介绍什么人安尼啦吼？啊，医生安尼甲我提醒啊，我嘛真认真哦，要伊所交代。我咧想讲，咱应该用一个咱过去的这个先贤吼，因老了的模样哦，所以我来请咱的廖馆长来甲咱分享差不多十分钟哦。咱把花甲欢迎好无？啊，牧师，注意中心，啊，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晚安。啊，我接着牧师讲，啊，要来接续吼，来分享吼，啊，这个代志吼，我感觉非常紧张。啊，较早吼，我拢含蔡明贤，即拢徛政治场的，你知影吼？哦，那拿着麦克风，安尼话甲咧变着。啊，足欢喜的，哪话哪有精神。但是要讲这個，老实讲啊，爱正经。袂当用转安尼啦吼，所以首先吼，爱先感谢牧师吼，啊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吼，啊互我利用一寡心得个即个时间吼来分享吼，那么就交于各位啦吼。那么牧师互我一个经节，
伊讲《诗笔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吼、哦，伊讲伊虽然死了，哦，却因这个信犹原来讲话，所以有足侪人吼、哦、死去了后，伊的历史留落，伊的书籍留落，啊，互咱嘛无限的这个怀念吼。哦啊，这是老实讲吼，这是先贤先烈吼所留落来。那么因牺牲性命，可能因也牺牲自由，因牺牲荣华富贵，但是总是留落来，留落来啊，真侪事迹嘛，留落来真侪的这个啊语言吼，啊，互咱来学安尼，这是真难得的。我要讲的这几个内底吼，偌好，伊差不多1994年，就是。咱台湾要过好日本战争的一年吼、哦、来出世，但是伊1943年就来死去啊！你家算看卖咧，活几岁啊？活51岁尔。本人今仔日活到即摆已经64岁啊，那过7个月就65岁啊。所以我加活几啊岁，但是我的成就老实讲吼，非常欠缺。啊，若讲到偌好，咱嘛感觉真见笑，因为伊做真多，啊，咱做真少。啊！我要讲的第二个殷海光，你搁来看伊的出生是1919年，然后1969年就翘去，就无去，所以伊敢若活50岁尔，50岁，咱遮在座各位吼，活50岁以上的仔仔拢死啦，啊，拢活比伊较久。但是殷海光是安怎会留落来？历史是安怎会家怀念？伊留落来的事迹是有啥物吼？所以即我等下长大来讲。过来第三个要讲的，就是讲可能这礼拜拜日要做的李双泽，啊，这个大家较陌生啦吼。李双泽是一个淡江大学的学生，当其时台湾吼啊，伫迄个时阵内底拢无唱家己的歌，所唱的歌唔是东洋调，就是、日本调啦吼。啊，若无就是西洋调吼、哦，就是老鹰之歌家啦吼，啊，什么毕业生家啦吼，我这部书嘛最爱唱的吼、哦、啊。遮爱唱的拢唔是家己的歌，李双泽就是提倡讲爱唱家己的歌。然后李双泽唱了后，伊过来勉励所有的人讲：哦，咱爱徛伫台湾这个土地，爱来唱台湾的歌，所以台湾怎安尼吼，一直唱家己的歌安尼就对啦吼。开始有民歌啦吼，有民歌才出现。我要讲的另外一个人，大家较熟悉，陈定南，1943年出生。2006年来死去，啊，伊活较久啊，但是嘛63岁尔，嘛活比我甲张医师佫较无久，咱两个活较久，所以咱两个加食真济米，哦，咱来反省一下吼，63岁尔，啊，我要讲这几个人呢，伊大概伫这个咱的世间内底拢活无久，伊死去啊，但是咱即马家怀念。啊，遐济人内底是安怎？咱会想到这四个人？啊，伫公司内底，这制作团队是安怎会选到这四个人有价值性？吼、哦，啊来给伊做一个怀念，来给伊做一个专辑，每一礼拜拢一点钟，吼、哦，已经做了偌好，做了啊，做殷海光嘛，啊做了，即马要做李双泽，这礼拜二，啊，搁落去后礼拜要做陈定南安尼，所以咱来看偌好，伊是安怎特别怀念？伊来好伫迄阵出世的时阵是日据时代。哦，啊，若较温和讲，就讲日治时代。但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总是嘛有一寡无方便，对台湾人无公平的所在。迄个时阵，伊就参加真侪运动，哦，比如讲农民运动，二林，我住伫二林迄个所在，吼、哦，二林是一个风头水尾的所在。但是二林蔗农运动，第一讲正甘蔗回销帮嘛，对无吼？啊，这个时阵就出现农民运动，偌好参与，偌好迄个时阵。啊！参与这个运动了后，去互抓去，抓去了后，伊写诗文就叫感悟下的牺牲啦。就讲你对这个事件内底虽然是真不满，但是你认识清楚了后，你就感悟，啊，就来牺牲，啊，你甘愿哦，偌好。所以伊当其时咧，人有甲伊讲偌好吼，是中华的妈祖婆，啊，查甫来做妈祖婆，啊，当然是一个通称啦，哈、啊，通称啦，就讲阿姨的做医生啊，拢咧救人安尼就对吼。啊！伊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劳工运动，参加议会请愿运动，参加文化运动。上重要，伊的定义是，伊是台湾新文学甲新文化的代表人。因为有伊了后，所以台湾人开始讲用家己的汉
用其实是汉语啦，吼，汉语啊，无论从日本时代嘛，吼，哦，来写文学，啊，来发扬台湾的精神，发扬台湾的意识，偌好是台湾新文学，甲台湾新文化的推动者。所以，咱感觉讲，伊一世人虽然活了无久，啊，但是来奉献、来牺牲、来留着历史的脚迹，所以咱家怀念。所以，这一代底是咧做这個。过去恩来光，伊是一个外省人，伊乌北的人啦。湖北的人，啊，伊对蒋介石过来，好，迄阵对蒋介石过来的人吼，足侪外省人拢足惨的呢，亲像尹海光啦，亲像足侪庆山区的啦，亲像雷震啦，即种共款。啊，尹海光伊就是伫台大铁六溪咧教书，当其时台大铁六溪咧教书中间，因为伊学术的良心，伊认为讲蒋介石去予中国共产党赶过来了后，应该伫台湾有适当的开放。当其时，伊的自由主义怎安尼伫课堂内底咧讲啦？但是讲都，课堂内底有一挂人听了就袂惯势啊！啊，当其时，有一挂即个同番者啊，听了嘛袂爽啊，所以就甲伊检举。啊，因来讲受尽迫害啦，了了啦。伊五十岁的时阵吼，伊怎吼离开铁六溪，啊，然后吼无业啊。就是伫厝内底吼，有一个学生去找伊时吼，阿懵讲安尼着，但是意义而终，得到胃癌，煞来五十岁过身，这是尹海光的故事。所以当其时外省人嘛有真侪牺牲诶，嘛有真侪奉献诶。像尹海光这个推动自由主义，虽然伫台湾吼无留下足大诶这个成绩，但是总是报一个政绩安尼着对啦吼。啊，即马嘛有咧传咧，较早像。足侪学者拢是尹海光的学生的啦吼，啊，这第二个就做这個。再来李双泽，哦，这個、我拄则有讲过，就是因为唱歌嘛，啊，迄阵的唱歌拢唱东洋调啊吼，哦，唱什么啥有诶无诶啊，啊，唱到尾下来，李双泽讲，我们要唱自己的歌，伊是菲律宾的华侨，所以伊嘛是语言嘛是讲这个华语就对。伊讲我们要唱自己的歌，唱什么歌？上我们国父说唱革命，哎、啊唱这条，啊过来嘞，哦啊你跟他唱这条嘛无啥通嘞，啊就开始做，有一条歌足出名，叫做《美丽岛》，哦，就是陈秀喜的诗，啊梁景芳改一歌，啊李双泽怎做的一条歌，吼、哦，但是真不幸吼，伫伊啊未三十岁吼，二十几岁迄年吼。去淡水的海边内底吼，啊，去救人，救一个外国人哦，救一个外国人，煞家己该淹死安尼。所以一开始吼了后，就是唱台湾歌，打台湾土，啊，看台湾这块土地，啊，甲台湾的人民的呼吸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推动这個。啊，伊了后咧，开始有啥物人，开始有杨这个唱歌的上古迄。这个是啥？杨什么？杨贤，哦，杨贤，胡德夫啊，就开始啊，啊，迄阵的民歌就开始啊，台湾有家己的歌，正式台湾的土地，正式台湾的人民，正式咱所有的人民内底血脉啊，咱的喘气，咱所有的啊喜怒哀乐啊，就知道这就是李双泽啊，这个啊在贡献的所在啊，当然啦，咱就讲较少，当然大家拢知影啦吼，伊都上出名就是东山河嘛。哦，甲迄东山河安尼做甲安尼足好诶，但是上届遗憾的就是伊选馆长第三度转去的中间选不着，搁互讲伊买票，所以一而终。吼、哦，要死的时阵，你伫倒伫内溪，迄阵有无吼？哎、哦，你足侪朋友拢有去甲伊看咧吼，做迄款咧。啊，我含伊拄啊好立位吼，迄届拄啊好重叠啦，伊做立位，我定就是讲若伫个。即、这个啊，立法院的会馆看报纸的中间，敢若一个人拢无咧应酬的，就是陈定南。所以伊的典范，老实讲吼，甲咱部长吼差无偌济。咱部长吼嘛足吼足迄个立即很深啦，吼、哦、就是讲管理家己吼管理啊足好就对啦。啊，陈定南嘛是安尼，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典范啦。啊，伊到尾啊吼，虽然无一个真好的结果，但是伊好留落来就是讲清廉，然后。顶尖，然后打拼，然后就是伫台湾的政治吼的路途上吼，树立下一个吼真好的一个典范啦。这就是陈定南。我们讲讲，这些人拢活无久，啊，咱家怀念。所以有一个导演叫做魏德胜，伊就讲一句话：
伊讲历史是死人做的，但是历史是活人写的。啊，但死人嘛有歹死人啊，亲像迄个咱大概吼，若撞到拢伫遐，鸟仔拢家吊伫头顶放屎迄个啊，迄拢做足歹的，啊，拢甲因讲伊做足好个。伊老实讲吼，伊甲毛泽东、甲希特勒、甲斯大林是全世界内底杀人杀上济。但是伊家己咧，历史咧，伊就叫人去写，写甲足好个。所以这是歹人叫一挂唔知个人去写，吼、哦。啊，历史是死个人做个，哎，啊，遮个人拢做好代志咧。咱即马就要甲伊捡起来讲，捡起来做，啊，捡起来互大家较侪知影安尼。啊，咱所建立个台湾呢，诶，即个意识，台湾个主体观唔在个，叫我唔在有自信。啊，无人咧讲。当然，人咧讲文学哦，你就想到《双城记》，你就想到《小妇人》，啊无你就想到什么恩《基督山恩德记》，啊你无想到讲，咱乌州流毛，即、這个叫做台湾联翘啊，啊毛即个足济行个代志啊，吼、哦，啊想到钟兆镇毛台湾三部曲啊，啊想到廖永来，啊廖永来我要免甲你转，毛台湾组曲啊，对唔对？这物件是丰富着咱心灵，开阔着咱个视野。这甲牧师讲的同款就对啦，开阔视野嘛吼，啊，咱才有法度爱，咱才真正爱，啊，无就爱来爱去，就爱来唔，才足奇怪，唔知咧爱啥吼。所以我咧讲就安尼，啊，我自从来这个所在，尤其是受洗了后，我家己吼人生有一个感觉，我做了无够好，我就人生一个感觉，但是我人生的三个层次内底吼，我有进步。人生我讲三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就是讲你要做啥。拢想着主，拢想着上帝，所以我感觉会较谦虚啊。啊，我想要做张志忠，做袂出，因为人伊都有咧做工过啊。哦，这是想着主，所以我要做第一项。啊，第二项就是讲我较早咧，还袂想着主的进程，我有约束，因为阮某甲我讲啥，啊，阮孙出世，啊，做互孙看，啊，阮囝吼安怎安怎，伊无一定做好，但是我。爱做一个榜样啊，对无好看，安尼，这是第二个赞助。啊，第三个赞助就是咱一般人的赞助。咱一般人的赞助，咱去检讨啊。咱本身就做了无好势，但是那别人那准甲咱安怎中间，咱拢足检讨的，但是拢检讨别人。这种吼，咱就是老实讲，伫这个主的面前内底，咱老实讲爱反省，爱谦虚。所以今仔日我用这来讲的话，就是讲这的人。伊拢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爱台湾。伊拢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面对时代的顺，伊崇尚自由、甲民主，然后不惜无惜用伊的身体、用伊的自由、用伊的荣华富贵，啊去换啥？伊嘛要得到啥？换到台湾人的角色。这是我今仔日吼要分享。甲牧师安尼，互牧师安尼讲，刚刚遮济，讲五六遍安尼吼，啊，我是讲有当时啊，伊咧讲的中间吼，我听会落去，啊，了我有感动，但是我吼，有当时啊，倒去厝的吼，一个代志无用，搁袂记哩，吼，啊，就无做着，所以即只吼，我嘛爱深深甲牧师甲咱的上帝、咱的主吼忏悔，吼，啊，以后我希望会当做得较好安尼吼，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咱杨来馆长吼，伊真可惜啦，无去读一两年啊，吼，伊若去读一两年哦，你讲木柱都无头路能吃。伊个口才甲过去即个迄个，咱拢知影吼。咱也期待即个杨大兄吼，拢要都欠我讲要做见证的吼。杨大兄正准备的。但搞到咱个杨来馆长吼，有讲起即个伊虽然死，还佫因为神在讲话。啊，这就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扩阔伊的境界。因一日在生的时阵，虽然拢比咱较短命，总是因为因伫了做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疼，对文化的这算深耕深耕吼。啊，这会当伫这个中间，互咱看见迄个时代安怎变化，啊，互咱行做咱伫文艺顶面的这个财宝。啊，所以哦，继续伫这个中间咧，甲咱讲起遐个历史、遐个故事，啊，总是真可惜啦吼。较早因这人吼，若较早有信上帝吼，啊，可能若看到这个经典吼，啊，伫这个
那必须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苦的人啊！啊，当时吼，伊甲上帝讲哦，啊，上帝祈祷，啊，上帝就扩大伊的境界，哦，啊，扩大境界，我已经解对几落解啊！吼，唔是啥物专业的境界，就是迄个心灵啊！吼，啊，迄个看做珍珠念头啊，较多人嘛讲起迄个看做事业啊，等等遮的迄个念头吼。所以咱基督徒的责任也阁真多吼，也阁真大。咱继续着阁来传播福音啊，会当伫这个中间啊，予咱的生命意义会当阁来产生较重大的发挥。啊，伫这个美国有一个孟加拉啦，的这个啊孟加拉裔吼啊，这个美国人啊，叫做这个萨尔曼可汗吼，萨尔曼可汗。啊，萨尔曼可汗呐。啊，伊是一个非常战勇的多代来出世。啊，后来伊通过伊的认真拍拼，伊读麻省理工学院。啊，对电脑啦，对数学啊，哦，伊安尼有迄个天分啊。啊，加上伊的努力啊，啊，甲伊的即款的无同款的天分啊，所以伊对数学的概念哦，安尼会当深入浅出啊。哦，啊，伊唔干那安尼啊，伊佫得到即哈佛大学的即个杰出的学位啊。啊，即、這个。这个看做可汗哈，啊，伊有一个弟子哈，就是伊的孙女啦哈，啊，伊的孙女吼在读这个国校七年，啊，读国校七年哦，读国汉哦，读到明明嘛，吼，啊，读拢无啦，啊，读拢无的时阵吼，哎，这个可汗吼，就家己辅导，啊，家己辅导吼，总就两个人带了上远啊，都用自信的吼，用自信在迄个所在家己解决，啊，用自信家己解决了吼。哦，这查某囡仔吼，都秒懂了，哦，啊对哦，伊的成绩哦，忽然间突飞猛进，啊，就真紧吼，得到大家人的注意啊，哎呀，这同学过节做好，就安尼拢排在后边，啊，怎啊忽然间拢排在头前，啊，而且吼，每一摆考试哦，哎，愈来成绩愈来愈好安尼啦吼，啊对哦，第一个所在吼，其他的同学就开始咧探讨，啊，其他的家长嘛咧了解，啊，当时啊，就是伊有一个阿叔。啊！伫另外迄边吼，啊，咧家己自信，啊，伫差不多伫安尼十分钟左右，就当家己讲解一个数学的概念，啊，互伊安尼真真欢喜，伫迄个所在来接受。啊，伊这数学的教导一段，那亲像咧，互因进入迄个游戏啊，哈，咧进入迄游戏，咧佚佗。啊，而且咧佚佗中间哦，才去晓悟迄个数学的这个闭关的所在啦。啊，所以渐渐这个代志吼，就伫迄个所在一传十，十传百吼，啊，渐渐伫迄个所在扩大，扩大了吼，可汗伊就开始啊，伊认为讲安尼效率啊，像加遮侪人需要吼，伊嘛感觉讲伊是对战乡的家庭，伫这个所在来出世的，啊，所以吼，就爱伫迄个中间来努力啊，来搁再会当用搁较侪视频，啊，互搁较侪人来看，啊，结果吼，真正用这个视频了吼，哦。伊个电影率吼，超过要5亿啦吼，全世界人口吼70亿吼，啊，伊超过5亿个电影率吼，啊，伫迄个所在啊，对真济人吼，啊，甚至美国个即个高中个学校个老师吼，啊，直接吼，搁放即个可汗个数学啊，哦啊，可汗个作伊个讲甲会真趣味吼，啊，迄趣味中间，互你真紧地当了解啊，即个看做数学。啊，这个原理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啊，安尼有遮个人咧观看的时阵，啊，20000多间的这个高中的中学吼，老师规日都拢放迄个可汗的这个自信，啊，可汗吼伫这个所在开始这个自信的时阵吼，啊，伫这个2012年的时阵吼，啊，伫这个所在有一个非常大的 TMD 的这个看做商业协会吼。啊！伫迄个所在咧开会啦吼，啊！咧开会时吼，看个开始来甲伊啊咧谈判，啊看会当来创业啊，这个商机吼，啊这商机无限啦，因为伊有迄个运势，有迄个天才吼，啊会当讲甲互囡仔拢安尼讲甲安尼听甲真欢喜，啊会当了解这个看做啊高等的数学，等等遮个中间的困难的问题，啊伫迄个所在吼，伊马上就当得到10亿这个。这个美金安尼啦吼，啊，这个10亿美金吼，总是伊伫迄个所在估算啦。伊伫迄个所在估算，伊讲吼，我若到时吼，甲恁投资，恁着爱买这个视频，因才会当看到这个做客的讲解。安尼吼，真侪善用人的囡仔吼，无法度通看到这个
讲课安尼啊。啊，对吼，伊伫迄个所在古作啦。啊，到第二空一二年，差不多我咧讲的吼，二空一二年的时阵，啊，伫这个 TMD 的这个大会的中间吼，啊，伫迄个所在，这个大会副主席吼，副主席伫迄个所在咧评估啊。讲评估吼，若可汗伫迄个所在会当用整理的行为吼，伊差不多会当达到一条的美金安尼啦，当作一个捧果吼，捧果甲七千亿安尼啦尔。所以伊会当达到一条的美金，啊，即款只咱大个奖金啊，因为吼，所有的全地球的吼，比做客安尼，我做客啦，就发白痴啊，吼啊对吼。这个困难的问题啊，会当予真侪人得到解决。当时吼，伊伫迄个所在啊，当场啊，伫迄个所在回应吼，可汗来讲吼，伊讲人间的价值吼，是为着要创造社会的价值啦。人间的价值是为着要创造社会的价值啦。啊，所以后来伊这个啊，比尔盖茨吼啊，伫这个活动的中间吼，啊，伊嘛捌起来安尼公布啊，分享。伊讲吼，好，我过去吼。啊，有三个囡仔吼，咧甲因辅导做饭吼，啊，辅导到安尼吼，真辛苦，啊，讲半晡也听无啦，啊，讲半晡听无吼，啊，竟然人介绍可汗这个视频的时阵哦，啊，伊要看这个可汗的视频哦，哇，我真紧就了解啦，这十二分钟内吼就解决这个问题啦，啊，这个比尔盖茨吼，甲当场里啊讲哦，讲坦白讲啊，我对可汗啊有淡薄啊怨妒啦，哦，伊这样呢，这样那年安尼。聪明吼，啊，搁只口才遮咱好，啊，会当上出即个游戏的方式，啊，互囡仔伫安尼乐于即个欢喜伫即个做客的内面，啊，所以有遮大个商机，当时伊伫迄个中间真清楚。我今日哪家都也做公司，个爱收费，其他世界迄个战乡偏僻的所在，就无法度通领受即款的教育，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拒绝。这款诶，这个公司化啊，伫迄个所在咧领钱啊，总之啊，有真侪人因为伊安尼诶一个品格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接受人诶关系，伊接受人诶关系，总之伊无要伫迄个所在啊做虾米款诶经理诶，这个白诶，这个电视台啊，是讲这个视频吼啊，对于伊诶人生诶意义内面，伊到即卖48岁。也阁真侪人伫即个中间咧看伊个做法，啊，因为伊个做法会当啊享受伫迄个内面，啊，这对咱来讲吼，啊，伊实在是摕着伊人生无同款啊，即款诶啊意义啊，即、這个人生啊，即、這个方向啊，吼，啊，所以吼、哦，咱伫即个所在啊，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嘛，吼、哦。人若赢得全世界吼，背上家己的生命有啥物利益啊？人也会当摕啥物甲生命比呢？哦，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起，人的生命有限呐。到有一日，即个咱的生命若无去的时阵吼，咱就将手归土，咱的肉体就归土。啊，总之咱会当留落伫即个啊，即、這个人间的中间，互人做纪念的。这就是咱所行过的路，看咱安怎伫迄个所在啊来面对啊，即个行行的艰难挑战甲困苦啊，无幸福伫迄款的中间，我靠耶稣基督的快乐，较赢到有春，安尼咱才会当创造即个开阔咱生命的即个境界，互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啊，咱用5礼拜的时间，咱伫即个所在啊，咱探讨。无论是正经故事，还是较早咱的馆长啊咧讲起的遮个民间的故事，还是咧讲起啊其他社会现出世的遮个例啊，互咱看见因的努力，因的价值观。所以咱的价值观会当决定咱的人生的意义啊。咱若干只有讲起这个金钱啊，甲这个财富哪定，咱的人生就变成做这個金钱甲财富的奴隶。总之，咱若运用好势，咱的生命袂伫迄个所在得到上帝的扩阔，会当伫迄个所在，互真侪人对咱的生命的中间看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就是帮咱祝福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我分享5讲的开阔境界时，啊，祝你爱我。伫即个所在开发阮的心肠，
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也开阔阮进心的境界，也开阔阮妄望的境界，搁较着开阔阮生命的境界。今日阮也对廖班长啊，伊在分享伫台湾啊过去才会啊真出名的人啊，有亲像赖和医生，亲像这个陈定南啊，阮啊的法务部长。啊！伫这個中间啊，也拄到真多的艰难，总是因伫迄个所在继续坚持啊，因拄到着，所以因虽然死，了搁伫咧讲话，所以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有生之年的时，阮会当抓条这个上帝你的应允，会当互阮的生命搁再靠意义开阔阮生命的境界，奉献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感到得乐讲。靠哥尽忠的萝卜，我安尼祈祷，恳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牧师的勉励，啊，咱即时来吟诗回应，圣诗433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一个吟吟全首。来到咱公益农教会的兄弟姊妹哈，啊，咱奉献了再来吼。好，啊，这是咱先来奉献，啊，请苏贤诶姊妹吼，咱兄弟陈达成。敬老。Thank you.
咱坐好啦，坐唱这个红的歌吼。我的天气很好哩。这是来报告请安和介绍，咱今仔日头一次来到公益兴隆教会的兄弟吼，请起立，互阮熟悉者，甲大家一只手咧，哦，咱贵姓？曾先生吼，庄景泰吼，曾先生，欢迎欢迎，嗨，哦，小谢啊吼，多谢。后壁咱的江苏吼，伊带来足侪好朋友吼。咱今日要甲咱讲酒的文化，就是黄伟廷调酒师吼。啊，以前拜来咱遮讲迄号做民间私改会的故事啦。哦，你救我呢？民间私改会吼，甲我即摆胡伦社的社长 Eason 拢做咧救遮去用玩弄枪甲枪杀吼，啊，一袂执行的按。这个世改会弄起来救哦，顶个来甲咱讲这个，迄前两三年前啊啦吼，好，啊今日要过来公布眼看嘞哦吼，其他拢捌来过吼，好，啊无确定然后啊，失落还有做无注意到，咱也这再来甲交代者吼，啊咱除了确定啊，咱的调酒师吼黄伟廷先生甲咱介绍酒的文化，后礼拜单眼兵记者就是。新文化协会执行长吼，要甲咱来讲，顶下我互恁看迄本册，伫戒严的天空下，这本册出版，啊内底有真多，啊我无亲像伊一手来办吼，所以足详细，啊有几项要甲恁讲，哦啊咱后礼拜搁接落去，本来啦二月初七吼，毋是要后会，但是为中会甲咱切发的时间，还正月三十一今仔日本来会伫个。啊，稳定之家啊，所以为着这个关系啊，所以我当然本来今日是咱礼拜了是爱做这个来去公园吼，来分传单哦啊，但是这中间阁有一个多合，一方面中会甲咱指定爱二月初七，好无要紧啊，咱就今日三十一伫遮啊，二月十四初旧历初三哦，迄天牧师伊讲到了，来带囡仔转去。哦，因个合作要算娘家吼，恁外妈迄边啦吼，外妈边，所以咱迄天会使来分团单，啊，咱分团单进前兄弟姊妹吼，会使轮流大家分享五分钟安尼吼，啊，甲一年诶，这个哦，中间你个心得啦，啊，你个想法啦，啊，这几年经过台湾已经超过一年诶，迄个疫情啦，哦，这中间咱安尼有啥物感想？啊，是你有新的愿望，咱伫迄个时阵吼，啊，无说你做你赶高铁，啊，你高铁即摆半价安尼吼，做你甲赶吼，半价啊，哦，啊，咱会安尼来瞧吼，啊，那南边兄，你讲向国家为着这个，咱国家瞧迄个日期吼，有较困难，无要紧，但是因为无说甲咱讲迄个合会迄天并无足冗长啦，哦，上计十分啊，是十五分吼。都发到啊，心里如意啊，这是写报告，大家知影啊。小会广告就是原定的这个，咱即摆二月初七啊，这样代志，拜托市长你甲大家讲较详细，唰哦，让大家知影讲，那迄天那诶，讲到的人嘛无同哦吼。啊，甲咱报告吼，后礼拜二月初七啊，是中会派一个牧师，搁一个长老吼，啊，要来甲咱竞选牧师。所以后礼拜是要选牧师，哦，啊，因为这咱规定吼，爱咱的会员的三分之二出席才会使，才当成会啦吼。啊，除了会当靠伫迄天有破病，还是较远途，会当减掉出来。三二咱即摆的会员会籍有三十八个，三分之二咱就是一定要有二十六个出席，要有二十六个出席，中会才会使稳准咱敢选牧师，哦，啊，所以啊，咱尽量想办法吼。
啊，这会员的名单我已经有在列顶头，请书记把伊的电话拨出来，予咱紧敲电话甲邀请，后礼拜因爱出席，予咱会当成为这人干选。头前干选是中会甲咱助力，干选目输了后是咱来开定期的会员合会，这个是咱的目输这人助力。啊，所以咱的会计爱准备遐资料出来吼。刚才我来甲恁讲好啊吼，啥物资料啊出来？啊，搁咱的整个听书吼。啊，第二项甲咱报告，干选牧师，咱的教会就是敢若同意票甲无同意，所以你空白甲无出席拢算不同意。你若有另外意见，啊，先电话甲我讲，吼，讲你有啥物意见，我会再甲你解释。你莫来到第顶甲当空白配合袂，安尼表示你反对哦。啊，我甲咱报告吼。只要有一票反对，我小人马上死，所以你小心哦。哦，只要你若反对，我小人马上死，表示我的保证是你无效、无信任的。啊，你若有意见，请卡电话甲我讲，我甲你解释。好，报告以上。这甲阮鲁春良牧师同款啦，鲁春良牧师好话过来，来今仔日竞选牧师，拿一票徛起来，我就退任啊。所以十几年一直做到吼，一笔搞一致哦，哎，安尼才对。好，来啊！咱教会兄弟，赶快拜五，五点半，要伫许国峰老师的画室吼，啊，伫遐有一个啊，咱伫遐有一个聚会吼，因、哦、一个小组伫遐，啊，请大家会拄好来遐参加，啊，了是拢有小可有点心啦吼、哦，咱拢会传去。啊，拜六，赶快两点开始，咱有连歌伫文殿之家，啊，三点半开始。有查经吼，即马进入罗家福音十六章，啊，请大家先读过，啊，再来遐听牧师阁讲解过，有问题紧问。肢体沟通，蔡英文总统、陈时中部长、甲台中市政府啊，即个为台湾拍拼的官员，咱嘛爱甲伊祝福吼，啊，希望因所做诶对台湾真正有利益。啊，嘛为着列出来即个兄弟姊妹诶身体健康来代祷。啊，奉献诶部分，若有出入。再甲咱啊出来会计来订正吼啊，圣工的服侍，咱家己看啊，若有啥物需要替换的啊，咱两早来甲大家讲吼啊，要唔知有啥物通好爱需要补充的无？那无，咱即马继续来上演，上演了请牧师接到上演513首起立吟专首。我祝祝福我意我兄弟应恩恩求意夜夜祝彼宽待你欢迎和华兄兄宽过你就是你面看我将咱大家高丽单位一体将地种树，啊，予咱会当开阔咱这个心肠的境界，会当开阔咱信心的境界，会当开阔咱愿望的境界，也会当开阔咱生命的境界，通阳光上帝，通对正面得到各项享受的好。也愿最后做基督的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真的交通，甲咱每一个人同甲彼得。对自己够应对待无尽，阿门。请坐。绿岛来闭会。接落去民主论坛，咱。这边也拢指定丫头来带领咱来唱，啊，还有吼，啊，就来唱小结束了吼，嘿，来唱《美丽佛摩萨》。唱了，咱特别来听酒的文化哦，吼。食酒会饱啊！哈哈哈哈哈！会饱。麻烦 DJ 请，谢谢。
我迄个地理，你妈知道哩，你问你买哦，啊，细胞，啊，细胞，啊，那个结石病，啊，细胞，今日看咯，有几样，我看卖啊，八个，啊，八包，啊，八包，哎，我刚刚讲，哦，我来上班哩，哦，你这边是，八包钱要没？哎，谢谢，我好几张，现在就是我们，我们家的。后边交给张医师，来哦，听到来哦，就是希望较侪人来吼。啊，伫遐惊奇好朋友，你嘛会使紧来，因为咱今仔要讲饮酒，吼、哦、酒的文化，要变哪饮吼？啊，酒代表啥？啊，咱今仔要来甲咱介绍的黄伟廷先生吼，伊、哦、是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了，拢参与这个民间书解会，啊，加这个。阮即马胡伦社现任的社长，啊，甲伊吼，偏偏甲迄个蒋万安同款，伫美国摕到法学博士吼，啊，做律师伫台湾，因努力经营这个民间书解会，是小灯泡，吼、哦，妈妈啊，因安怎囡仔去互抬啦吼，啊，像以前苏建和啦吼，啊，类似即款的死刑犯的代志，安怎救援拢因咧做，所以两三年前，啊，黄社来遮甲咱讲的是。这个书解会的这个功能，啊，今仔日无共款咯，因是过年要到啊，啊，过年咱拢加减吼，伫厝的拢会安尼饮一下，啊，饮一下是要饮酒，啊，是要饮萨克，啊，是要饮秘鲁，啊，是要饮威士忌，啊，是要饮布兰迪，啊，代表啥？哦，啊，这足深的文化吼，拍鼓啊，欢迎黄伟廷，伟廷兄，吼、哦，来。多谢吼，多谢咱的咱的牧师吼，部长啊，张医师吼，啊，搁有咱的时段吼，啊，大家应该对我应该有印象啦吼，咱之前伫两三当前吼，拄则咱张医师有甲咱介绍吼，有来讲过关于这个民间书解会吼，啊，咱检举法官、检察官吼，啊，搁一挂冤案的一挂代志吼，啊，即卖人讲斜杠青年啦吼，就是像我安尼吼。做就无做吼，都走去卖日本酒，所以讲我今仔日吼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日本酒。啊，今仔咱的张医师有交代吼，榨一个真袂歹的日本酒吼，来甲大家吼会当哪听的时阵吼会当哪啉，安尼吼会当试啉吼。啊，因为我杯啊可能榨无够啦吼，所以讲等下若有欠杯啊吼，会使你即嘛拢有啦吼，啊，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日本酒文化的分享安尼啦吼。啊，无咱这酒吼就安尼，先煞甲停落啦吼，啊，咱拄好搁有肉包真好。今日天气真好吼，真适合野餐。阿妈要共同一杯。下午茶，咱嘛有下午酒会使啉安尼吼，嘿。然后大人会当哪啉哪听吼，甲大家介绍一下吼，我叫伟霆，好啊，我即摆现啉是伫。市政府后壁有一间叫做李云日本酒，吼，特别日本酒，吼，啊，咱所谓咱讲的日本酒，也是咱你讲的萨克，吼，这个所在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甲大家分享日本吼语言面顶的一个无同款的所在。
咱常常吼，若要啉清酒的时阵，对无吼，咱拢会讲讲，哎，我要来啉，甲店头家讲我要啉萨克，对无？但是伫日本吼，你若讲讲我要啉萨克吼，伊可能会听无哦，吼，伊可能会听无。为什么？为什么安尼咧？因为伫日本吼，伫日语内底吼，萨克这两个字代表的是咱华文内底讲酒这个字，哎呀，吼，干那酒呢？酒呢？吼，啊，你若伫日本讲讲吼，我要啉。撒克伊会感觉讲，哎、欸，啊，你要啉酒好，啊，你要啉什么酒？吼、哦，你得爱讲，你得爱搁讲吼，你要啉什么酒，伊才会知影。吼、哦，啊，所以讲，你若是要啉清酒的话，你可能爱甲讲日本酒，吼、哦，日本酒，日本酒。吼、哦，啊，你若要啉烧酒，你得爱讲我要啉烧酒。吼、哦，有烧酒安尼吼，哎、哦，这就是语言面顶的无同款。吼、哦，啊，你若刚刚讲吼，我要啉撒克，我要啉撒克，伊可能听无讲。啊！啊！你要啉啥客？啊！你是要啉南巴秘鲁啊？是要啉日本酒？吼、哦，也搞不懂，吼、哦，也啥无？啊！所以讲，这是一个语言上，咱先确定起来，吼、哦，什么物件叫做日本酒？吼、哦、啊，什么物件叫做清酒？啊！伫日本，咱若去日本佚佗，即马可能无法度啦，吼、哦。咱若去日本佚佗，吼、哦，诶时阵，咱若要点酒的时阵，吼、哦，咱要哪点？吼、哦，先甲大家介绍一下、這个，即个即马天瑞本瑞即个酒啦，吼、哦。是什么来源安尼啦吼？啊，再来搁刷落去讲，这支酒呢，伫日本叫做东洋美人，吼、哦，桃园比邻，吼、哦，东洋美人这支酒，啊，这支酒最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伊这几冬吼、哦、非常的红，吼、哦，啊，伊红的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日本的首相，吼、哦，日本的首相用这个东洋美人这支酒吼、哦，来送予俄国的普丁做国宴酒。哦，做国宴酒，所以讲大家等下当试一下、担一下，酒应该拢有够。哦，那试看卖讲上好普丁的这个国宴酒吼，哎、哦，这个滋味吼，成做啥物款？吼、哦，啊，这是这个今仔日再来甲大家分享吼、哦，这个酒的这个来历安尼啦吼、哦。啊，若讲到酒，今仔日主题是酒的文化吼、哦，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讲，阮开店卖酒吼、哦，其实是。要来宣扬日本酒的文化，唔是要来拼，介绍，唔，介绍爱拼一个啦，拼酒的，哎，唔是要来拼酒的，吼、哦，咱较早咧，咱咧饮酒拢敢那是咧饮醉的嘛，吼、哦，哦，你饮偌济，你饮偌济，吼、哦，啊，讲生理也是安怎，吼、哦，但是咱即摆提倡的是品酒的文化，吼、哦，饮一点啊，啊，咱来了解讲这支酒安怎做的，吼、哦，啊，这支酒内底内容物，吼、哦，是安怎形成的，爱、啊、有啥物香味。吼、哦，有啥物真好诶物件？啊，今仔日呢，我另外来甲大家人讲诶一件代志是关于健康，吼、哦，关于健康，啉酒甲健康诶关系。最近毋知大家有看到一个赖，也是脸书面顶做事件，讲法做葡萄酒甲高粱内底诶多酚，哎，吼、哦，会当对于抑制即个咱即摆讲诶武汉肺炎，吼，诶病毒，吼、哦，会当有影响，对健康袂歹。啊，咱一定嘛知影讲葡萄酒，大家拢知影讲。暗时啊，啉一撮，配一点仔气势，吼、哦，较早人讲会当对咱的心血管，吼、哦，有一个热络的效果，真好安尼。啊，日本酒嘞，其他的酒类嘞，敢讲其他的酒类就拢对身体无好嘛？啊，酒要安怎啉对身体是上好的？吼、哦，今仔咱即摆来甲大家讲这个问题。日本酒吼、哦，咱常常有一个甲伊上有关系物嘅产品，化妆品，咱你知影叫做 SK-II。哎，面膜 SK 这个面膜，好、哦、，SK 这个面膜也是安怎出来？有一天吼、哦，这个 SK 这个总裁吼、哦，伊去酒造的时阵吼、哦，人咧结酒的结酒厂，我现一件代志，哎、欸，这个结酒的人吼、哦，为什么面容会老？但是伊的手吼、哦、白泡泡又绵绵，好、哦，就是因为伊的手的手臂的发干的时阵，好、哦，透过伊这个酵素，好、哦，使伊的这个年轻。皮肤袂老化，哦啊、所以讲，伊这 SK two 伊这个物件，伊甲申请，怎啊甲申请专利来去做面膜？啊，其实这个物件咧，咱田维叔可能知影吼、哦。其实日本酒富含啥物咧？富含比其他的酒类搁较济物件，叫做氨基酸。吼、哦，氨基酸甲伊这个活性的酵素，吼、哦，啊，这个氨基酸甲活性的酵素，其实对咱人体非常的好哦。吼、哦，就像咱红酒对。诶，多酚对咱的心血管袂歹，吼、哦，啊，日本酒的这个氨基酸，因为氨基酸是咱人体的必要的养分，但是有的物件，有的氨基酸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形成，必须要靠外来的摄取嘛，吼、
啊，像氨基酸就是一个物件，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讲研究发现讲，日本的医学研究发现讲，这个氨基酸在日本就来的，除了会当让你变年轻，啊、哦，防止老化。你看日本做灯会秀的，哦，他们就是因为每天喝像米索嘛是发酵的，哦，啊，日本酒嘛是发酵酿造的，哦，这个物件，哦，啊，过来就是讲。它对心脏病有抑制的效果，哦，日本酒对心脏病有抑制的效果，这东西研究得到的结果，哦，啊，另外一项呢，有一个物件，有香蕉当抗血栓，什么酒当抗血栓？台湾人较少在啉的，大家要看卖下咧，日本的烧酒，哦，烧酒，日本的烧酒拢爬数25度以上，偏偏黑有无？哦，日本的烧酒研究指出会当抗血栓，啊，秘鲁嘞，秘鲁啉起来有一点仔苦苦，但是迄秘鲁内底啤酒花苦苦的那个元素有没有？哦，迄、那个元素会当治疗什么？治疗失智。哦，会当治疗对我们失智跟脑神经有很大的影响，哦，有很大的影响，哦。但是哦，这医学研究吼、哦、有一个前提哦，大家唔通听到酒好吼，拼酒。吼、哦，加啉敢若加好安尼吼，无啦吼、哦，因为吼酒的前提，伊讲吼一天爱啉二合，日本的二合，较早那有看啉酒用迄个茶客啊，吼、哦，日语叫做马苏，吼、哦，伊是一个算酒的这个单位，吼、哦，二合就是讲吼，180×2，360cc， 一天，一天吼、哦，不要超过啦吼、哦，最多啦吼。哦上济袂当超过360cc 啊！你若加啉，其实对身体拢是无好诶。吼、哦，啊，有听到有一挂人讲，喝酒容易致癌，吼、哦，啊会高血压，哦，还会产生会肥胖、会大颗，吼、哦，种种诶问题。研究是讲吼、哦，你若单独啉酒诶话，这个指数吼、哦、较低。啊，但是你若搁配一项物件诶话吼，这个指数会比别人悬足济。大家敢有会着？一个歹习惯。啉酒配一项歹习惯，致癌。土豆应该是好习惯。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这家境袂歹哦。烧烤，哦，是啥物物件？配一项歹习惯哦，唔是好诶。配一项歹习惯，各种东西都不好。喝抽烟哦，假婚，哦，这病，你若啉酒搁假婚的人，得着的几率。比别人搁较加30%-40%以上，所以讲加足济。啊，你若单独，吼、哦、研究讲，你若单独啉酒，还是讲单独干呐，你若食薰尔，吼、哦，即个鼻咽癌、口腔癌、肠胃的疾病，都会其实没有那么高，吼、哦，其实没有那么高。好、哦，这个是因为最近这个啉红酒够健康这个问题，吼、哦，哇，这是件，嘛，跟大家讲者，咱啉什么酒，什么保健的效果。其实酒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你过量拢无好，吼、哦，也是讲你啉了开车，吼、哦，这嘛做歹，吼、哦，所以讲这嘛当叫代驾，当叫人甲你载，吼、哦，啊，日本酒氨基酸，吼、哦，会当抑制癌症，吼、哦，然后可以对我们的心脏还不错，好、哦、啊，秘鲁南阿秘鲁，尤其是南阿秘鲁哦，生啤，好、哦，最新鲜，可以延缓我们的脑子的脑神经、脑神经的老化，好、哦、啊，烧酒其实抗血栓，好、哦，有人想讲，那啉高粱、啉烧酒应该是较容易有心血管疾病嘛，吼、哦。可是研究指出，你如果每天稳定喝，我相信有真侪时代是暗时拢啉一小杯啊高粱，好、哦，有诶甲温了烧，其实是活化伊诶血管弹性，好、哦，其实它可以帮助，它研究是讲吼，伊内底有一个物质，当是你诶血管清道夫啦，吼、哦，也当帮你甲迄个血管通掉。哦，血管通调，你杂质通调，互你较袂去栓塞，哦，会当抗血栓。这种酒，过量都唔好啊。咱若适量，瑞克啉的话，其实是袂歹，哦，其实是袂歹。啊，讲倒来，咱的日本酒就是咱的清酒。那日本清酒是用吉的，哦，其实伊发酵的物件呢，今仔日小可甲大家介绍一下，伊发酵的物件吼，刚拄则讲的米索，吼、哦，啊，佮有咱的这个豆油，拢同款。哦，甲导游、米色拢同款，伊拢是用一种物件叫做黄曲，哦，用黄曲下去发酵的，啊，一堆细米，哦，碾米、洗米、蒸米，哦，安尼一连串的过程，然后把它发酵做出来，好、哦，做出这个清酒，做出这个日本酒来，好、哦，啊，甲呈现到伫台湾，呈现伫其他的国家安尼，好、
啊，其实日本酒伫台湾啉的人吼，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咱唔只听过一句人刚才讲的玩笑话，讲日本人拢甲好的物件留咧，留咧家己遐，吼、哦，啊，就是清酒吼，好的清酒拢伫，拢外销，吼、哦，拢外销。其实做做侪做好的酒，比如讲你听过啥物酒庸代啊，吼、哦，十四代啊，啥物做好的酒，日本酒拢伫国外，拢伫带带上侪，香港上侪。吼、哦，拢伫香港，拢伫台湾。啊，因国内伫啉的酒吼，其实拢口味、口味拢甲米酒较相近。吼、哦，伫日本来讲的话吼，清酒啉的迄个比例已经是愈来愈少啊。吼、哦，清酒的比例愈来愈少。即摆日本的少年人无啉清酒啊。嘿，啊伊迄个腌制物、生的物件，日本的少年人嘛无爱啉啊，对吧？嘛无爱食，吼、哦，拢无咧食。啊，但是等到咱国外，日本国外。哦，台湾什么？你听音量大音量，哦，足死惊的，哦，足死惊。顶多拢是其他国外，所以讲伊这三冬来吼、哦，日本的清酒销量在英国来是下滑，啊，但是在国外是上升。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即马是一个足死惊的代志，用台湾来啉日本清酒，哦，为了健康，为了长寿，然后为了时尚，为了你的生活品质，哦，真侪人伫。真侪人咧啉日本酒，啊，日本酒对于健康，咱搁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大家拢啉威士忌、啉葡萄酒的经验，啊，你啉落吼有一个感觉，就是讲，伊一开始啉的时阵，身躯会烧烧，吼，啊，你若啉侪了会安怎？会茫茫着啦，会一定会茫茫的吼，啉酒就茫茫吼，伊个脚手吼会变冷，吼、哦，身体也寒化，吼、哦，身体寒化，手脚会变冰冷。但是日本酒吼，清酒无这个问题，吼，清酒伊是唯一哦，清酒是唯一一种身体暖化的酒，吼，伊是因为甲原物料有关系，吼，伊若麦啊、葡萄，其实拢是属于冷的，吼，啊你若是蜜橘的，伊手袂阁反冷，吼，伊袂阁反冷，伊袂降温。台湾米酒吼有两个，有大哥问着讲台湾米酒对无吼？台湾米酒吼，唔是结的哦。台湾米酒是蒸馏的。台湾米酒是蒸馏的，啊，日本酒是用结的，甲葡萄酒同款，蛋类糖发酵变酒精加二氧化碳，吼、哦，伊是安尼做的。啊，你台湾米酒是米酒啦，米酒头啦，吼、哦，伊是透过蒸馏，所以讲伊的酒精度会较悬。嘿，酒量较悬。啊，你啊，日本酒像咱今日好多啉的日本酒吼，大部分拢14%尔，吼、哦，14%尔。啊，伫日本的规定呢是14%到22%，吼、哦，14%到22%，吼、哦。所以讲日本酒的酒精浓度其实甲葡萄酒差不多，啊、哦，甲葡萄酒拢差不偌济。吼、哦，啊，咱知影日本酒，咱来听其他的酒。咱这世界上早的酒是啥物酒？大家有看卖咧？最早的酒类。发现的酒类最早的是什么？米酒、葡萄、伏特加，感觉是葡萄水果做的，感觉是谷物米做的，嗯，葡萄，哦，是最早的酒是不只是水果，还是葡萄，哦，上早吼伫西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所在，伊涂骹挖出来，诶，陶瓮内底伊发现一项物件叫葡萄籽，吼、哦，葡萄籽，伊就知影讲，迄阵仔的人甲葡萄下咧瓮啊底，吼、哦，保存，然后结酒来啉，吼、哦，啊，日本上早的酒呢，较早无黄曲嘛，咱拄则讲黄曲嘛，对不？黄曲可以发酵嘛，无黄曲的时阵，伊免咧发酵。日本时代，唔是日本时代啊，日本古早免咧发酵。酒免哪免哪好发酵，免哪发干，配脆暖。台湾的小米酒一样的嘛。咱丁秘书内行的吼，较早有一种酒吼，叫做杜布洛库口嚼酒。你下咧嘴内底，薄薄咧，杯咧红啊底。伊个天然的酵素的发酵啊，啊就变酒。到什么时阵？啊，干。昭和啦，吼安平，即个日本即个时代，咱的迄个中国唐朝过去吼，中国唐朝过去，甲酵母炸过，应该开始用酵母来发酵。
吼，较早是用口嚼酒，都不落去，用波波嘞吼，啊配落，啊伊发酵了啊做酒，所以讲较早伊做出来酒吼，酒精度拢安怎，拢无悬，拢足低，无啉袂醉啊，啉袂醉。伫日本呢，较早日本酒是啥物人伫灌嘞？政府进前。皇帝，嘿嘿嘿，花香，哦哦哦，哎，花香，啥物？日本足趣味的哦，今仔甲大家分享过啊，较趣味的，啥物是花香？伫灌的，因的僧侣，因的庙里伫灌的，为啥物？因为因较早吼，唔知影这项物件，啊发酵的物件，啉落小可茫茫的时候，伊感觉哪，你知无？伊感觉这个叫做通天之灵啊。嘿，哎，你嘛哎开始唱歌讲话无吼？伊感觉是你甲面顶的咧沟通。所以讲，迄阵啊，伊讲安尼袂使咧，安尼酒吼爱会伤管，拢下咧庙里袂得给别人。吼，因为这个物件吼是咱甲面顶的沟通的，吼是足神圣的，咱那个留落来。吼，所以讲真长真长的一段时间，伫日本撒客清酒的风俗，拢是会想咧做，啊会想。滴灌的，吼、哦，啊，到尾啊，这个酿酒的技术吼、哦、开始流传了后吼，甲、哦、变民间，哦，民间该家家户户拢会当结酒，哦，家家户户结结酒，安怎结呢？结到什么程度呢？结到日本政府，主要真侪人回答讲政府嘛，吼、哦，政府管的，结到政府下令全国禁酒。甲美国同款。系，甲美国同款，这大家讲了对，酒甲政治甲经济绝对。脱离不了关系，吼、哦！日本下令全国禁酒，禁过了十档要罢档，哦，啊，搁要收归国有，像台酒安尼，吼、哦，收归国有了，较开始开放一挂酒造，你申请认可的，你才会使来结酒。哦，啊，这个安尼有一个真大的目的，讲到政治，个也是甲经济有关系。所以讲有真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的税收来源就占20%，大家要看卖咧。四十，可能唔啦，八十五，无啦，三啦，差不多60几。哇，有一半以上拢是酒。嘿，所以讲是安怎，日本政府要甲你禁起来，就是因为伊要甲这税收的来源掌握伫家己的。哎，家己个政府是即个物件，啊，即甲美国拢威士忌其实有真大个关系，拢共款。哦，即是讲着讲酒含政治个关系，含经济个关系。哦，啊，所以讲你大有听有讲银酿、大银酿，即个即个等级嘛，吼、哦，啊，纯米酒、本酿造，即个等级其实是规定伫因个法律内底个哦。规定伫因法律内底，为虾米？因为按照等级安怎扣税。哎，按照等级扣税，那是因一个税收的来源。哦，他们是按照那个等级扣税的。哦，所以到现在，到现在嘛是同款。所以较早有足大间的酒造啊，伊内底结酒的厂、酒厂，内底有一个足细间的房间，哦，啥物人住的？品酒师。哦，国税局的。哇塞，好细哦。哦，国税局的住的。好、哦，为什么有国税局的住？嘿，伊爱去查验。哦，你今年出偌济纯米大酿？哦，今年出偌济纯米酒？因为今日安怎？你结纯米大酿，爱甲报啥？纯米酒，你想要逃漏税？哦，安尼，啊，所以讲伊就是去住咧遐，甲你看一趟一趟，甲你验。哦，你今年出几趟？出几趟？出几趟？哦，啊，搁学袂来，即马演变到即马已经无安尼啊。但是吼，伊个酒造内底，然后一间细细间个房间，吼，国税局人代表伊较早酒结个量济啊少。足多，还是一个，即卖变作做炫富的标准。哦，啊，咱台湾人来讲了，台湾的饮酒的文化，佫无啥共款。哦，台湾饮酒的文化，咱来要看卖啊，台湾饮上侪是啥物？海头啊，海头啊，小米酒、秘鲁威士忌、萨克，台湾啥物饮上侪？葡萄酒，啥物台湾饮啥物上侪？麦芽酒，高粱。麦芽酒。有人讲高粱，要看卖，要看卖，搁继续要。威士忌，啊，威士忌，台湾饮威士忌，所有酒内底威士忌饮上侪。我讲一个数字，吼，大家知要就好啊，吼。威士忌饮上侪好，啊，伫啥物所在饮上侪？酒店吧。酒店，酒店应该拢
做别项代志，啉酒较少，唔是酒店，餐厅，什么餐厅？咱台湾是惯食饭配酒，对吧？吼，什么餐厅？卡拉 OK， 卡拉 OK， 热炒店，热炒店威士忌啉上济，好，2016-17年，好，台湾伫热炒店啉到的威士忌偌济钱？台币偌济钱？啉酒的文化，64亿。啊！爱台湾，台湾人爱啉酒哦。做做爱啉的，啊！这是伫一个人讲热炒店了哦。哦，啊，咱威士忌分做侪种的嘛，吼、哦，有的人爱啉苏格兰，有的人爱啉英格兰，吼、哦。啊，台湾吼上爱啉苏格兰，佫特别爱啉，对不？人讲苏格兰威士忌单一纯麦，哦。啊，苏格兰威士忌讲一个数据，吼，大家做参考，一吨。在台湾卖偌济？钱吼，伊无讲啊，但是吼，数字吼，卖128万箱。干那苏格兰威士忌哦，其他拢卖剩哦。日本的威士忌卖剩，美国威士忌卖剩，金车台湾的嘛无剩，马卡兰的无剩。哦，128万箱。哦，台湾有爱啉酒哦。会贵到唔啦一台啊！爱啉酒，吼、哦、啊酒对健康袂歹，咱都只讲过啊。但是啉过的量唔好。啊，台湾人伫全世界内底基因来讲，算是会啉酒啊，袂啉酒的。咱来约看卖，会啉酒吗？真好哩！真袂啉嘛！亚洲人，吼、哦、亚洲人伫数据内底吼，伫迄个基因内底有一个，咱讲咱的肠胃、肝脏内底有一个消化。诶，酶类，吼、哦，嘿，亚洲的含量是怎样？倒数诶，所以讲其实吼、哦，台湾人是亚洲人是最不适合啉酒诶。啥物人上悬？啥物国家上悬？苏联、欧洲、德国啦，吼、哦，意大利啦，吼、哦，澳洲，因为身体内底含量酶类上悬，所以讲你看伊透早早餐店都咧卖啥物秘鲁。哦，卖做侪奶酒，啥物都拢太早透早开始啉啊，因为透早开始啉到暗拢袂醉。啊、哦，第一消化酵素甲咱体质无共款，好、哦、体质无共款，所以讲台湾人啉有侪无？有侪，有酒胆啊，无酒量。哈哈哈！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嘛，原住民嘛真高咧，伊个基因吼，但是台湾来讲，原住民个基因比消化酵素比咱一般个，咱讲平埔族也是病得较悬。哎，较悬，所以讲会啉袂啉吼，其实消化酵素差足济吼啊。消化酵素若无吼，毋是干那肝有问题呢吼、哦。因为你的酒精的代谢物若无对身体排出去，就会容易怎样致癌，好、哦、容易致癌。所以讲消化酵素甲毋是干那讲我今仔会醉袂醉，我当阁继续啉无有关系呢，其实是甲身体有关系。所以讲啉酒咱嘛爱啉了健康。啊，咱若知影讲即个甲健康的关系，咱就后摆啉酒，咱啉到做健康，袂啉到胡白啉安尼吼。啊，你若因为应酬，甲几大家几个啊，嘛是文化上的小差异甲小撇步。你若因为应酬啊，一直啉一直啉，啊无讲无生理，有个人安尼，啊是讲今仔日我一定爱袂使漏开吼。那时阵要安怎？爱啉做做做酒的时阵，啥物撇步？安怎互你较袂醉？囤底。哎、欸，你喝酒前，哦，前面有的人偷吃萝卜饭，有的人啉优酪乳，有的人啉乌龙，哦，为的就是先让你的胃先吸收这些物件，哦，啊，你有一个，比如讲你啊啉迄个乳制品奶类嘛，吼、哦，会当保护你的胃壁，好、哦，保护你的胃壁对你的身体较好。啊，你啊啉酒中间嘞，啊哎呀，我今日就袂记去吃萝卜饭，安尼要安怎？啉酒中间要安怎？靠玻璃。透玻璃，好，这透玻璃，但咱等下一定要甲大家讲，甲这个健康有关系。那伫饮酒的饮食中间的话，吼，饮水，水甲酒1:1，你就袂醉。你若饮100cc 的酒，你就饮100cc 的水，安尼当提高你身体的代谢。哦。你讲3:1是酒。醉杀啊！一酒一，安尼当然好啊，超过拢是好的啊。
嘿啊嘿啊，啊你对身体上好，吼啊我讲啊，我就是讲吼，拄则咱大哥有讲到啊吼，透物件，吼我讲的是酒甲水一比一哦，唔是讲一杯高粱透。一杯水落哦，有人安尼嘛吼，有人啉高粱来透水嘛吼，即要甲大人讲的一个观念，所有的酒类，不管是蒸馏还是酿造的，结个也好吼，蒸馏也好，葡萄酒、清酒、威士忌、麦加，啥物酒拢好，伊所有的酿造过程中间，拢是甲水分安怎，抽掉，拢甲抽掉，吼啊，产个产生酒精嘛，啊，但是你啉的时阵，你佫甲加落就唔好，因为伊个程序就无同啊，吼、哦、程序就无同，所以讲我是甲大人建议讲吼，纯饮上好，吼、哦、纯饮就是讲啉纯的，但是你会当讲哇，有诶遐险要安怎，啊你卖啉遐济，食酒配水，嘿嘿，食酒配水安尼上好，卖甲加落，你若你啉高粱，你发现讲你甲酒加落，还是威士忌，你甲茶加落是会安怎，迄酒会变啥物？会落落，会落落哦。你高粱本是透明的嘛，但是你茶咧嘛是透明的嘛，但是你甲茶加咧水内底安怎，伊杯酒会变绿绿哦，伊是中有一个化学变化，啊，这个化学变化对身体较唔好，哦，啊，你若酒量无啊好，我今日啉较少咧，哦，建议大家啉较少咧，唔免拼酒，咱啉一撮仔就好啊，头内拢唔好，啊，你讲威士忌，人威士忌你讲话你讲过，你讲中嘛拢一块冰才大块，哦，你讲麦头，其实也是。一个术语啦，哈，专业术语叫大冰，大地的冰块，迄就是老冰啊，伊冰是冰的冰已经足久诶，它的融化的效率吼足慢的，啊，爱为就是啥物，伊威士忌拢40%、50%，吼，伊个温度降低了，伊的迄个麦芽的香气走出来，啊，伊是要让你品尝伊的香气，伊的香气，唔是要让你透。水啉较济，吼，千万唔通泡水啉较济，对身体唔好。吼、哦，咱只要啉一杯，那啉一杯，吼、哦，唔通。哎、欸，我今仔阁加啉一杯，吼、哦。啊，这个是伫健康面顶的。我今仔日讲较济有关于健康的，啊，甲一个小美格，吼、哦。啊，这啊，伫日本的文化咧，台湾真好奇。咱若去日本啉酒，知影要哪啉较济啊？日本的餐厅你发现一件代志，因起第一杯拢爱啉啥物？哦，冰水对，啊，冰水了，酒第一杯啉啥物？嘿，秘鲁。哦，伊第一杯定爱啉秘鲁。你若去点餐吼，伫日本的餐厅点餐，你第一杯一定爱啉秘鲁，迄是你的习惯。啊，你一杯啉了了后，你要啉啥物拢在你。哦，啊，每个一个礼貌，一个礼貌。啊，敬酒嘛有文化哦。哎、欸，我拄啊无杯啊，咱若两个杯啊吼，这个酒。这麦克风吼当作杯啊，吼，这是我的杯啊，吼啊，咱的前辈在头前，啊，我若甲前辈敬酒的时阵吼，我的杯啊袂使比前辈的杯啊较悬，所以讲伊若提安尼，啊，我就爱去食，啊，我袂使安尼，我一定要伫下骹，会使提白的无？啊，提白平白，啊，若白杯就爱提白，啊，但是这习惯吼，有人讲无好嘛，吼，哎，伫这个饮食面顶的容易分出大小。啊，有人讲啊，袂着甲改掉，着拢特病，嘿安尼。啊，有诶，伊若主管也是讲公司老板，伊摕足低，你着爱，吼啊，所以讲买啊，大家着拢摕特病，吼啊，倒酒，因诶倒酒着是讲袂使替家己倒。伫日本诶餐厅咧，若比如讲五个六个食饭着吼，啊，一定是别人帮你倒。怕死，有人倒，我怕死。吼、哦，袂使家己，你家己杯仔空啊，袂使家己。你看别人啊空啊，你个酒摕起来，啊帮忙停安尼。吼，啊你啊，这是酒瓶，伊就是拢安尼停，啊袂使安尼停。哦，伊讲安尼就无礼貌。哦，你一定爱正手倒酒，不可以反手。好、哦，啊这拢是日本的小美感。哦，就是讲咱唔知啊，那不小心翻掉，也感觉诶，这样那只无礼貌安尼吼。啊，就是你啊，咱来有滴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大家人会当小可注意一下。哦，日本伊个妹妹较加较济，哦，妹妹较济，饮酒的文化，饮酒的状态，吼、哦，啊，甲酒量安尼，吼、哦，啊，大部分即马大人哩啉的拢是即个安尼物件。咱剩一撮时间，佮有啥物问题对酒？饮酒吼，我讲好听哦，是，但是面顶的人，我讲你。
啊，有人重点来啊，有的安怎啉就袂红，有的人啉一嘴就红啊，嘛无醉哦，嘿，嘛无醉，对，我嘛有朋友食这个牛肉咯，牛肉啊，吼，啉两碗就困去啊，吼，啊，这个面红甲无红吼，甲酒量好歹有关系无？无关系，完全无关系，吼，这跟拄只头前讲的消化酶类有关系，伊若代谢慢。伊若代谢慢的话，伊就对血更行，对血更行，伊面就马上就红起来啊。但是伊无醉啊，吼、哦，有诶无红，但是已经醉啊。吼、哦，这个消化有关系，这个消化有关系。所以讲，有诶人会讲吼，你的脸如果容易红，你就不要喝酒，你就卖啉，代表你的代谢较慢。哦，有医生安尼讲嘛，有此一说啊。其实迄拢爱是爱检测啦，迄爱检测，哦，爱检查讲你这个。身体内底这个消化酶类吼，侪也少，哎，侪也少，安尼。蔡公，咱有一寡咧港口，讲咱一寡潮州人吼。嘿。潮州人。保利达 B。嘿，不是，卖讲保利达 B 啦，就是讲刷工呀吼，都会去啉一个酒。是。啊，这是啥物作用？啊，日本人是下班三五个，但是无足。是咯，啊，是啊，这饮酒，这个，那叫死行，这死行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甲大家讲，其实原因最简单嘞，因为你酒啉袂好吼，代志感觉有较好解决。啉落吼，你帮忙时阵，感觉讲较无烦恼啊。我这就讲。较轻松啊！较轻松啊！哦，是潮州人啉了啊，伊个较轻松吼，啊，较有即、這个要哪讲，讲较迄落对个，较有即个勇气来面对讲咱明仔载阁继续拍拼安尼啦。啉啉啉啉，迄落阵拄煞身体较放松安尼啦吼。诶，其实是一个心情上的转换尔啦，哈、啊，不是，其实甲文化较无关系。诶、欸，伊是甲身体上一个放松安尼。请讲。同这个问题啦吼，啊，我有另外一个见解，就是讲日本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国家嘛。是哦，这非常。啊，因十个人转日本吼，伊的家后看到讲下班遐尼准时遐尼乖就转来，根本无社交朋友啊，所以因传统以来就讲也是外口三五好友聚会，啊，转去就是讲，你话我看这讲我属于足无闲的交陪足快。我嘛这里、個、这里、個。哦，对，这往那这往那有可能啊，这往那有可能。主要讲威士忌、掺威士忌啦，掺迄玻璃袋，迄是啥？威士忌。哎，澳油套机油，啥要澳油套机油？哎，你行较紧啊！啊，迄其实是要欠钱啊！无钱，搁饮酒，明仔载过袂落啊，要安怎？用套较紧。啊，你若套威士忌、套玻璃袋，伊内底拢有啥物？拢有气泡。哦，有气泡嘛，哈、哦，有气泡，你酒精啉落的时候，你行会更加紧，也较紧有感觉啊。哦，较紧忙啊，较紧达到伊的效果啊。其实是要醉尔啦，系啦，其实是要醉啊，哦，会当个。做工会，佮醉都免做啊。哦。所以讲，伊拢啉者啉者安尼啊，啊尾啊靠啉大摊的。我之前了解一件，是就是讲，咱即马真普遍，即个神秘果吼，神秘果细细粒啊，食起用改变。哦，对，有。啊，我所看到的资讯就是讲，那是伫南美做下尾啊，迄尖尾尖尾，迄乌拉圭、巴拉圭，巴拉圭，因遐个原住民，伊嘛爱啉酒，啊，因个酒唔是像咱即款水果酒啊，啥物紫米酒啊，因是用棕榈树，棕榈树就是。野生的种棕榈树，对，用棕榈树的果实啦，树节啦，树枝啦，应该挂起啊，生起当去结做酒安尼啦。啊，迄是足歹啉的，咸甘那像鬼啊油，才咸。啊，不过因迄个所在，天地所属，遐尼都是有。其实讲的是龙舌兰，出生这款神秘果嘛。啊，人因就是先食神秘果，食了，啊再啉迄鬼啊油的酒，啊嘛感觉迄嘛袂歹啉。啊，酒精分嘛有啊。这是讲的是塔基拉啦。哦，龙舌兰，啊，大部分拢是用调的，吼、啊，为着要啉，伊就改变你口腔内底味觉嘛，吼、啊，跟咱拄仔讲乌樱桃汽油其实同款。哎、欸，我店面真正有人榨神秘果来食食，还啉日本酒呢，嗯、真正有伊想要啉，试看讲吼，迄食了了，什么感受？嘿，什么滋味啊？恁啊吼，拢无滋味。
跟他存，跟他存那个酒精，对，生命果的味啊，那个，啊，其实拢，其实拢无滋味啊，好，啊，今仔就是来甲大家讲，哎，酒精趣味，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讲适量，好，咱卖酒驾，啊，适量其实酒对咱的心血管拢是好处。哦，啊，但是咱啊，啉济就唔好，哦，因比如讲多大都讲话影响到咱不少来嘅工课，啊，是安怎做都拢无好，哦，啊，但是咱啊是适量嘅话吼，都拢袂歹，哦，会当来会当来接看，啊，我咧店伫多伫市政府甲市议会中，啊，有闲来台湾交代，对，有闲来台湾交代，啊，是是是是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草皮嘛哈，一个公园。我再当个请问一下吼，是是是，我看赖写讲吼，咱的58%的高粱啊，是加冰块，是会抗癌，会对身体很好，是呀。诶，伊那抗，伊的功效的话吧哈，不要加冰块也有。功效冰块没有功效，哎，因为啥物加冰块，你知无？因为吼，纯的大部分人拢啉袂落啦，哎啦，伊是要让伊较好啉尔。啊，我的建议是讲吼，你那个温热烧，啊是讲咱啉较少嘞，哦，卖头，卖掺冰缸，卖掺温水，卖掺矿泉水，哦，拢卖，酒是啉纯的上好。啊，对身体真的很好。因为即个研究大家拢看标题嘛，标题叫做葡萄酒。其实内文是啥物？内文是写蔬菜水果、葡萄酒跟高粱，哦、因为有多酚，哦，啊，迄人个厂商就做厉害行销嘛，吼，又讲啊，啉葡萄酒就好，你看过年跟来买，啊、哦，其实多吃蔬菜水果一样有里面的多酚，赶快有抵抗咱武汉肺炎的效果，哦，所以讲你食蔬菜、食水果，啉茶，嘿，就茶内底吼，茶树多酚，哎。葡萄酒、高粱都有这个效果。对对对对对。啊，咱若啉酒，不爱让交通抓到吼。米露会使啉到偌多，啊，高粱啉偌多，大约啊，互阮知影者。若要让抓是上好拢卖啉。因为伊迄清酒吼，清酒我知影啦吼，清酒早起吼大概走啊60cc，60cc 一算尔哦。啊。哦，你去分。你去分就对了啊，所以讲，所以讲买，所以讲尽量买。所以讲，你来啉迄个专酒的姜母啊、姜肉咯，落去分是真正会有哦。哦，真正会有。人讲我啉一罐东宫啊，尔300cc尔，拢迄拢超过啊，迄拢超过啊。所以讲，啉酒千万唔通开车，嘿。等下有恁的拢袂当，叫别人晒啦。等下有恁的公园散步一下，叫别人晒。哎，酒杯啊吼。酒杯啊，扩者，我是免扩。迄有时啊，饮酒拢来哦，经理啊，扩者，啊扩到破去，我咩啊？迄台湾那种扩嘛吼，啊，日本唔免啦。哦。诶，日本就是举杯安尼就好啊。啊，咱日本会讲哦，这一个真重要。日本会讲啥物？干杯！吼。啊，咱台湾干杯，哦，啉了了有无吼？我干杯你输伊。啊，日本干杯是啉一嘴哦。不是真正，不是真正啉了了，哎，伊是讲欢庆、欢喜的意思哦。哎，咱来干杯安尼，哦，不是讲咱这杯够好大，哎，这种是台湾人哦爱啉酒想出来，哦，欢喜想出来。啊，来简单甲大家，哦，做分享，我若有机会来店里，大家行行，咱再继续开讲愈济安尼，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啊，咱这个感谢真哦，来拜托你，哦，来徐光老师嘛，替你画一张毕卡索的图，这张毕，啊，来，留咧做纪念，来来来，谢谢，多谢多谢，感谢感谢，来，我来补充报告哦，好，后礼拜日哈。后礼拜，礼拜日聚会所在是伫恩典之家，唔是伫遮哦。后礼拜咱要开迄落佛会，到尾甘选牧师隆重伫恩典之家，请咱2:28以前一定爱到，因为中会牧师甲长老伫遐咧等人，因绝对会准时的。哦，啊，大家注意，啊，大家初中通知下啦，哈。因2:00就会到，因为有甲我联络过吼，2:00就会到。啊，这个。这个照宗吼，平安照宗，歹势我遮唔对，唔是拜五哈，拜四，吼、
拜四伫迄个志光老师的画室吼，下晡时五点半，吼拜四吼，拜四，咱到时会再去甲咱通知一下吼。啊，咱若假使讲有要去的人，啊，因为离恩顿之家更近啦，所以就无过来开车啦吼，咱就家己去吼，家己去安尼。啊，咱非常的感谢黄先生吼，啊，这个遮精彩吼，咱。大家讲到酒，我目睭就大泪啊！啊，啊，等耳孔就搁来去吼。啊，最近吼正经内面吼，啊，有真侪讲到酒的物件啦吼。啊，伊较早嘛有安尼，真有讲起迄个正经的心意啦吼。袂使啉过头啦，正经有过来介甲咱劝讲，不要醉酒吼。啊，啉酒好啊，莫叫酒啉去啦。哦，对啊，对咱大家互相提醒，啊，请你千万都唔通讲啊，夜到咧变酒咧红食，对吼，就来啉酒啦，吼、哦，真歹势吼，夜到迄个本意吼，迄有迄个文化背景吼，啊，迄、那个保罗有劝提刀吼，啊，就爱啉淡薄酒，对伊胃有帮助呐。哎哟，提摩太酒啊，提摩太酒，哎、欸，提摩太酒啦吼，提摩太酒，啊，总之吼。大多在保罗的批准，拢一直咧交代，唔通计较啊！啊，即甲咱较多啊，咱的黄生吼都讲的同款。啊，咱搁一摆甲这个黄生甲伊的亲友吼，亲友团，哎、啊，咱搁来边甲因拍波啊！来，黄生，大家哈，大家，来好，咱做伙来祈祷吼。祝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欢迎今日伫这个所在。啊，有真好诶，即个气候啊，伫即个所在享受上帝话，也阮伫即个所在也认捌酒诶文化啊，即是伫阮诶生活诶中间啊，敢若像同所在拢会人看见，伫圣经内面嘛一再有提起，所以阮感谢你同辈黄先生啊，互阮有遮诶栽培啊，同时也恳求你哦帮助阮啊，阮无受酒诶捆绑。啊，是会当通过手啊，帮助阮的身躯，当是无过头啊，啉酒啊，地到伫迄个所在五处，所以恳求主你甲阮搭同行，也特别祝福啊，阮后礼拜的会员合会啊，甘转牧师会当啊，无论是中会还是伫正教会中间来做上好的见证，互人看见啊，公益行动教会。一个合二为一的教会，愿一切勇敢归入基督，愿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